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钟宇。然后呢，我在《终极三国》里面饰演的是非常活泼可爱的小乔，大家可以叫我小姐，耶、yeah。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乌鸦嘴，讲什么什么就灵。那我们会不会？比如说现在我讲一个啊，不好了，摄影机要没电了，摄影机又没电了。相机真的没电了，我真的没电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打这么精彩的电话，就是话比较多嘛。然后 ，OK， 服务员 ，OK， 困难重重。哎、欸，真的乌鸦嘴大爆发哎、欸。那跟小晴在终极系列嘛，就是他都会演大概两三个角色，那这次呢，他演了一个叫做大奶奶的角色哦，非常的让人期待，因为不管是他的装扮啊，然后连那个胸都是真的是有装哦，反正就是我觉得他诠释的真的非常好，因为他真的有那个老的那种姿态，然后连讲话说啊小姑娘啊啊怎么啦啊，很可爱很可爱，真的就是。我觉得对那哥来说也是一个突破。我姓大，他们都叫我大奶奶。私底下我也算蛮安静，然后也是那种比较算人来疯的那种啊，就是不会一直我看到谁，然后我都超级嗨，我都超级兴奋、超级活泼的。可是小乔，我觉得小乔就是会是一个像那样子的，对。所以我应该算是有做到收放自如吧。哎、欸，选了，也可以卡。OK。哎，选了，也可以卡。好，大概就是那样子吧。之后呢，请大家期待《终极三国2017版》，男的帅，女的美，大家一定要收看，好吗？耶、yeah ，要收看哦。这世界很酷。